其实对自己的评价是，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认知是很到位的啊。就是我确实是一个是这个手机挂太多了啊，手机打的太多，他有时候这个牌确实是就是那一下能看出来是手机的打的，四五六七八，那不能打呀。就是大家记住一个基本原则啊，这种仨三的牌，甭管你是对二单二。如果外头的三没下，你的高粱不能下，一定不能动，啊，你一动，你就有破绽了。对，这局牌又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啊。而且仨三这种牌，这个二啊，就把它先灭了。对。而且这牌我觉得应该是留一手这个勾圈 K 做个防守，你留这么多对子，如果人仨三的话，人家会打你这个的。七连有可能认为就是连牌有老魏呢啊。我整齐点弄个对子，哎，我守住这条路，嗯，老魏前面冲锋，啊，能理解。对，就是这个。一倍，这位老魏不可能放过啊！二四八勾，没有上手牌啊，这牌。对，关键老魏的牌太强了。划谁？只能划二了。只能划二，这牌不能签定型啊！我天，那先。这个勾还划出去了，老魏觉得肯定外头有阴谋。有人叫一倍啊 ？K， 老魏目前没看见九，没看见一，也下三把七打了。他心刁换，你何苦呢？你这他这是绝回啊！他的意思大约是想把那个断章打出来啊。六九一啊，没想到打出来的是一个没用的啊，那这个回就吃亏了。而且你还是个小炸弹，哎，你还是个小炸弹，你好好的牌，你好好的打就完了，你这挨两炸，你就得明白七百五得叫一倍，就是说你不管他你明白不明白，你打七回你的三稳稳的赢不就完了吗？那个三个四和三个二交换都早了一手，对，先打单七，你就稳稳的打，稳稳的赢，正常打就完了。这种倒打是早就讲过是有风险的，除非你的炸弹是最大的。你这个牌你就是你就留一个炸弹一个七，是吧？手面住，挖的还凑合，只剩一个勾了，跑两对儿，然后等外头独勾落地。这个小滑球呢？那不要了，你出门。这牌现在只要一个人动手，对，另外这牌就弄不成了。这个牌七点 AB 只要不动手，对。哎，错了。划九别一，已经有机会了。划九别出一，哎，这别着急。你别，因为你完全没有在令牌上没有实力，你支那么大，不是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？变成了必须得划对八，对，你本来是对八单一，来了。这牌刚才如果秦风唐玉没有点错的话，一路对子吧，依旧没有用。这牌只要那个
你得有用啊？没有用啊？你有什么？你刚才划了一一嘛？不是，我现在没有用啊。你刚才你划九就好好的。惊吓不惊吓？哎，那是不惊吓没办法。这就是老魏，你又没有实力，你还把自己，咱说把蹭流门拧，刚滑单九的话，对一是力量，对一就大了。现在单三下单一对一大，一炸又输了啊，然后又挨两炸，也没有挨两炸，就是反正又挨一炸。这种牌是明勾圈 K， 哪有打十勾圈的牌，只能打四五六。那勾圈 K 对四回对一，单五回单三啊。咋都把老肉，哎，这牌对四回对一单五回单三也很难吗？这个起点 AB， 反正这不白，最后还是把秦风唐云送走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个关键局啊，一定要集中精力啊，一定要去判断对手牌的结构。四五六，他这种长时间的手机打法啊，真的是特别对他的这个打牌上的提升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的。还是回到那个老话题，我今天就打到五千七，怎么了？是不是？我过一年我再来。这今天要敢打五千七，我就建议你再过两三年来吧。来之前还得检验一下啊。对，就是问题就在这儿，规则上没有办法去限制它。这边有一手四五六，这边可以再打四五六七啊。这边五六七五六七吧，九十勾圈四五六。反正就是这一群一通黑打吧，黑打糊涂的来。你这牌也支持他打四五六是吧？不要我就对二就完了，打一圈拐双三啊。还得打四五六，反正是。因为外面现在又能是三个一啊。对。这种牌最不济过来有分二，所以第一个二先灭了。就是现在老魏的这个牌哈，就是他这个牌现在跟咱说的这个牌是脱节的。就是您可以说，就是比如说你现在这个二灭了，你过来我再分二，我打单让我哪怕过来再分二呢，这个他不会，他还没想到。就是这个必须是啥？必须就是你得到线下，比如打的时候，旁边有个人说，哎，你看老魏刚才那个牌可以这样打，或者你看见别人这样打了，说哦，这牌原来可以这样打。但问题是，这个不客气的说，老魏应该是也没有打过线下，基本上是吧？就是在家里没事了，看着多宝的时候，看完以后拿手机打一打，那个牌其实是跟这个牌是脱节的，其实它有个严重性的问题在里头。其实啊，还是那个话，就是说你用手机打也没有问题，也没有问题。你看完多宝提名以后，你比如说你拿个小本儿记下，哎，说这个牌为什么我得灭他的二呢？啊，那我因为底下这个牌子它这个走向是大约是一个什么方向啊，如果再出现一二这种单张啊对子，我怎么控制连牌，怎么控制那外头我的二分出去叫两手三，外头怎么去控制底下的牌，和打是两张皮。对，你这个电视节目上
这个说的天花乱坠，然后你也这个看节目的时候也恍然有所啊有所悟，到打比赛的时候呢，完全就把这事儿忘了啊。你学的或者说你感悟的那些东西跟你比赛没有关系，对，那你永远就停留在一个水平线上。所以这个就是之前来打比赛之前，我跟老魏打了两场啊，然后我就来跟您说了嘛，我说我觉得没有，因为他可能在电视上还会稍微收敛一些啊，在我跟我打的时候可能还更放得开，那这种还他都会叫的，那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，他既不是说光单纯控制态度这个事情，哎，和心态这个事情，就这种牌，你说在平时叫了也没有问题，那你怎么去设计线路？你怎么去判断对手的牌啊？你怎么去找一条能够合理的赢下来的这么一个线路？那有没有啊？没有，问题在哪儿？那这种牌我依据什么挖的啊？我要求的这几张牌底下会不会出现？出现了以后怎么打？没出现怎么打？那这些你想清楚了没有？完全不想，完全不想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对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不想提高也没有问题啊，那你就永远是这个水平。你来一次电视挑战赛，你今天运气好了，拿两瓶酒回去是吧？运气不好了，来玩一下，打三个四、三个五，然后这背三 K 打完了以后，三个七不打，打了一单一回了一，让人家上了一三，打了一对回了上了一对三。啊，这盘你把三个七疼了，他打一八九十的剩仨三单一疼行吗？而且你管不了啊。对呀、啊，你那个四连出去了以后，就算你大了，你出三吗？那个牌正打，我就应该把三个七再投了，然后打八九十，剩三个三一个一啊，打单让人下三，你下三，然后打一，这牌要用四个三难点啊，啊，虽然拿俩二俩一，因为这四五六和八九十太费时了，不行，我觉得就拆了吧，拆都得找机会拆，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拆呢，现在建一个连拆吧。就把对球先打了，这牌不要三个血。老魏接，因为老魏是一手连牌，就拆都赢不了了。现在拆赢不了了，单四单圈单 K 单八，那边剩打一单一剩一二。所以我觉得第一手，我觉得那个单二，我就要拆。但是那个时候没法拆啊！我天。你这打法确实可以，你刚才人没要，不代表人家一会儿不要呀。你这个二上立四个三的令，你打九十勾圈人，你让他拿四个三作为代价把你炸。你甭管他是不是四个三，九十勾圈完了，你剩单一二这牌。是不是本身这个打法就是有很大的这个逻辑问题的？你就九十勾圈，你让他炸。他炸完你单一二啊？咱都不说他是四个三让他炸或者不炸，九十勾圈你三连交换完了以后，你看他结的是八九十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他这种牌如果有高连的话，一般的人不会接八九十出来吧？对。老魏是不是还等着秦风堂又给他自己递一张啊？他不认为那边是四个三。对四对一，五六七八，六七八九十，十勾圈对 K， 对九看念啊，二十一三分的这个牌应该能够看清楚，啊，秦风堂应该手上有个单二，起点那边应该还有一个单二，直接下三七连牌，五六七八准备回十勾圈 K 冲六七八九十，外头非常幸运的是没有高连。老魏是输大分赢小分，嗯，
老魏叫个一倍。万一挖个九呢？万一挖个勾呢？三圈 K 八。但我刚才一直觉得秦风堂玉这牌可以试着叫一下，是吧？秦风堂玉是他觉得是单三三二啊，单一。对九是吧？对九吧。他想上对十呢，是吧？那你留三个九的目的在哪儿啊？对 K。那就先交换了，三勾，摆单六。三个一对八。啊。找一牌赢了，对八划个对九就行了。嗯，下对二，我对三，对 K 什么心？老是越级是吧？你这个有目的是什么吗？一说这个牌的逻辑上有大问题呢。你划对九，他上什么？就是他上对圈，你上对 K； 他上对二，你上对三，你对 K 打啊。你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你说你上个对 K 的目的是什么吗？他就没有通过这，其实通过一手牌可以让自己的牌都变大的，然后到最后自己打成这样的。划对九，他外面只有对圈和对二嘛？就不知道他对二，你对三，你对 K 打，就不能理解，就是。你目的是什么吗？然后一挖再被一炸，不挖了，不挖不挖，那个七点会挖的，七点挖的日子也不好过吧？七点露一大操，不要啊，一分四六九勾，老魏挖起来就稳稳的挨一炸，四五六六七八八九十三勾一单 K， 这牌七点的牌太弱了，啊，七点没法打这牌。十，你这都没法，单六七都难受，二三打六，一不要了，就等吧。K， 忍无可忍，六花勾这不要了。这边只要秦风唐韵不动这个牌就没法打，下三了。这种牌不用想了啊，没有七六这打不下去就。哎，这没对子呀！你这牌挖个二，挖个七，挖个七，挖六，挖个二，挖了个七，挖了个五，还挖了个九，五圈配嘛。圈我说了，咱这是五圈配嘛。老魏这会儿刻意在收呢，我估计来一次，我给自己交代了好半天，地铁坐了一路都给自己说，哎，就一定要忍不，一定要忍。前面刚才打的有点上头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刚才起点又烂挖给让回去，再炸一下，老爷子再切了。这您知道人要跑，你一点办法没有，你只能花酒。所以你看，烂回来你都赢不了，你还说你还要想去动一下，这种牌就不要动。老爷子下蛋七个驴子。门子都打得那么笑胆仗了。说这个像秦风唐韵这个牌，你这三个一不保险啊，在打单七以前把三个一先投了。嗯。
所以这一副牌拿到手上来以后，你现在就得确定目标。这把首先是排雷，第二个，然后就是你这个没连牌怎么去打。这个牌我是这么理解的啊，就是不用排雷了，就当没炸弹打，防不了。那就是连牌的事啊，叫清活三，防不了。也别清活三了，划完了就上三起对子就冲吧。眼看着就要拐三了。那你这五六七他有一手啊，这对子必须得掰二是吧？对啊，你必须得掰二手双三啊。你看你现在五六七他不是一个问题吗？起点现在已经单拐跟那个连排拐了，然后没掰一二，现在又多出来一个上下家线都拐三啊。你好好的划一张，就反着打，外面有里自己拿了三个一三个对三，然后外面对三现在都还是对三，对子也没有逃径，让人家把小对子逃了，然后你还得打三张，然后手还守了个连牌，哎，所有的小牌全留手上，这就开成老魏的批判会了啊。但是你也说老魏也得打了有来多宝有三四年了吧？不止了吧？我觉得哈，不止。咱是希望老魏能往前进步一下，因为这个咱就除去这个牌的事儿，其实咱私底下去做活动弄啥的，跟老魏其实还能挺能聊得来的。那你说你来一次打牌打成这样子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？你说这。反正这把牌你真是让给起点的话，对二对三，对二三七三四九十勾都蹦了。四个七，啊，四个七，这替秦风唐韵又开始推车了 啊，推车了。老魏说：“估计又起对子了，没想到又找了个三头，人家还是三个七，底下那个七瞄上还四个，三个八完了还有三个九，那烦死了，三个十不打都不行，打完了以后一手烂牌。”秦风唐韵，这是他的咱不能说特点啊，这是他的习惯，就是看不清楚我就不出。啊、对，一会儿看清了下三送你。老魏说：“哎，对，买一送送三嘞。”这下看清了，一个三对二肯定是唬我们下家嘛，这个能看清。老魏假装外头没有对二对三。老魏这个大法有点像炮击拍。能多数一张撕一张，我倒是觉得老魏这个牌还可以试一下，老魏到这个牌又不叫，你起点烂回去一个三都没有。秦风唐韵现在又跟昨天那个状态差不多了，嗯，我觉得这会儿应该守一守了，但是今天是落后的啊，那个时候已经直挖两炸了，这不是这会儿马上就平了吗？起点现在就在考虑你们哪儿有一个投降的那个选项，两人现在一人一对三就没炸弹嘛，对吧？就是一人一对三嘛。又开始了，跟那把一样是吧？对勾回对三，然后四到十，扑通把五十一打了个四，得好好打你的单张就行了。那把牌你稳稳的打单七回三，收一炸的牌，非要输两炸，一把牌五千四。还有刚才那把不是划对九可以直接拐单双拐，啊、不用炸的牌啊，那把就算他。如果这个牌挖合，我觉得老魏这个对牌可能还有点，就是对牌的这个还有点问题。你看刚才那个双三单一二四道勾的连牌他不动，
估计起点一看，那我拍还一分，有稍微有拍的估计都两分了。我直接叫三倍。这个对啊，这个对。你要是秦风唐韵叫一分，我还叫个两分呢。问不可能有炸死炸，老魏的红桃四，老魏有红桃四炸弹，恨不得挖八倍，不可能有。那倒也是。啊，这牌已经下三了，那如果你打连牌，我就要收了。嗯、啊，这正常的，这不可能有。最次可以拐到双三上啊。拿了三个勾嘛，九十勾蹦蹦是大的，对我回对三。这盘我曾经打过这种牌，三个三单二，我三个三对二单一，我其实马上分了。这个牌我觉得你像他这个牌连牌这么整齐，没有必要分。敌对的队伍可以失通，没有啊。那时候为了防炸，是不是可以分一下？四 K 对一三个三，俩七一个八一个勾，四五六七七八九就蹦嘛啊，可以变成四五六七，这牌可以花个七八九，七八九十勾勾圈 K， 可以花个七八九，花个七八九可以花。他还老爱蹦蹦是吧？他现在变成四五六七七八九十勾七八九，那不是还是个七八九吗？下三打七八九十勾了，然后又被灭，没了。那边把十勾圈可以下了啊、哦！我老魏打俩九。那其实想一想，你刚才花七八九，你这是个勾圈 K， 多了个七八九，你这是个勾圈 K 是吧？对。单就对牌的熟练程度来说，起点 IB 不用看老魏，我看老魏的表情一定是眼睛一瞪。那你肯定能，你也要这样的跟老魏说，黑把牌都编了，这把要死你法，你可能磨散，不说不定人家法这把好牌都在人家手上啊。目前老魏肯定不是这么认为嘛。那心情能理解啊，心情能理解。一万四了，你这一黑把，你看我这牌。但是秦风唐韵这黑蛙，他是专门选的这个时间吗？不好说。拧成啥来？我就说外面不敢，千万有红颜色的。外面有红颜色，老魏又暴怒。七百九十的凤门，哎，有赢牌是吧？外头分二，对五，只有一对二，要不成，那就对二了。老魏现在还管你我事情，下点桃一胆就怪傻的哈。嗯。大一乙，老魏重逢。这种牌啊，唐清风唐韵如果有这个有，就是咱说属于这个高水平的选手啊，下三直接下三打三连，老魏已经没有圈了吧，是吧？下三打三连退二，好了，十八局结束之后，老魏是黑蛙成功啊，我们请他来抽奖吧。梅花六，梅花六，我们看看是不是他想要的酒。哎，还真是啊、哦！好家伙，恭喜你，获得了由夺宝秦兵给提供的价值128元的白酒一瓶啊！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酒拿回去，你觉得这酒是甜的还是苦的呀？
今天这个酒有点苦，有点苦啊，没关系，让我们的比赛继续，还没结束呢啊，来比赛继续。各种门派，七伤拳也成，太极拳也成，你都拿来就能用啊。我觉得真的那个牌真的是一点就通，你只要能想着去用，三个七，三个十，三个 K， 认不出来，两倍哎。这牌前面不要，这牌哎，四个八。五八二三，今天为什么挖呢？因为今天落后了啊。对，对，昨天为什么不挖？昨天没落后。这牌也没有悬念，三个一，我有三个二，你下分二干什么嘛？下三打一五四五六勾圈给三个九三个二，直接就洗了。你分什么二啊？拿了仨三舍不得下，上面顶了一单一，那三个一都都真的是就明的不像啥了这。人家叫了三倍点，挖了一三，老魏下了一三，打了一三两三头，然后七点 AB 三个一打停，缓着单张。老魏心内有，闹不到点，闹不到点。现在是三千啊，一千八。那就是这个七点，如果要黑八再输，那就平分了。对啊。对面现在只能可能有一炸嘛，是吧？就个十嘛，四个十啊、嗯！你现在炸不，你炸我，我炸你。对，除非你直接拐炸弹。对啊。确实，这个牌出的，人家挖的三和二，那边顶了一单一，人家划了一二，然后老魏下一三。你的说明你这个用心了啊，说明你做判断了，你去做了选择。你说三个三单三那个牌确实得又用到相声。你今天的牌比昨天前天要快一点啊！前天的牌，昨天的牌打的人真是昏昏欲睡啊！哎呀，老魏就怕前面有人挖。嗯，这是老魏的赢牌。这没法输了吧？这闭着眼睛他也输不了了。下一三，然后对我回个对三，四四给你炸了，然后你一炸，刚打了一张四个 K， 四个二就来了。老魏又倒着来了。九对十仨勾对 K 单一圈出来外头见二没炸弹，嗯，七点 AB 是七点 AB 啊，对二三下三，接着打四，见单一下三七对了。老魏为什么总要从这个位置打牌呢？他有越级呢啊。三头也打没了，你打一四下一三三个五，然后老魏只剩仨六了。打一四我划一五，仨六也不大呀，那是仨九的。刚你仨勾不摘这边仨圈了。没下三的机会了，你双三的机会都没得下了。又剩个十，是吧？剩个十，这边把老魏拦住，给了一四，又跟昨天那个问题一样，是吧？对。那还有对 K 呢，关系倒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问题。对二，我留个八 K。那秦风唐玉在这一下是不是看不清下家剩一张牌？那有可能就是说这个紧张的顾不过来了，或者说他觉得三个九不大，因为他昨天那个单 K 他出，他说他那个单 K 不大，他没要。今天又是这，那这不至于不要了，随便跟一对儿，跟对儿九都行。我不跟你也赢不了，不跟也赢不了，八月十多人打了，让了一手，没送。
位刚那个黑蛙啊，应该就说是最后的努力。对啊，今天估计都敢扔锚了。站着回去叠轿子。这今天没酒，你回去。目前到现在还没拿上呢。啊，你俩黑蛙都没弄上，你拿不上了。啊、我回头送你一瓶算了吧。你看这俩今天是要给你匀一个，匀、啊、一瓶算了。哎呀，对三敲下来，这老魏让对家付出这个代价稍微有点大啊。门子一下，俩人都走不完。老魏最后打一个，打个啥呀？打你不能打九十勾嘛，是吧？他肯定打九十勾了，大的剩个四在手。其实这牌要起点要真接回来还不错啊，不敢打了，外头都没圈了，你就放心大胆的划你的就完了。四五六七绝毁十五圈可以啊，一千二九百差三百了啊，起点现在还没黑蛙呢啊，忘了这次，肯定忘了，十人线一呢，啥一，刚才人家要一呢，对，起点这牌，然后这个秦风堂也不知道一大，你。四十二号，你兜兜转转，你还打成这个？对，就是通过交换，不知道这把这个牌怎么能变大，应该也是这个老问题啊。这个啊，就是说，你要真是记不住所有的牌，你抓重点啊，对吧？你一二三，你先记住，啊，对，你把一二三记住。我觉得记牌就得先从一二三记起啊，你抓重点。一二三记不住，连牌变大记不住，那咱记了个啥嘛？跟着感觉走。这当年这歌的跟着感觉走，紧牵着梦的手，对，是吧？你如果在这上面只跟着感觉走，那你就只能看见一下梦了啊！梦想跟现实还差得有点远呢。哎，老魏，我觉得还是老选手的这个觉悟还是有的啊。单二立定了，上下家嘛，不动了是吧？双三这个牌搁在前面，估计就挖了啊。他现在一万四千七，分数特别低，这二位只差三百，所以老魏都已经不动了。不能输了牌再输了名，对啊。我觉得大家所有人来都应该是这样。其实那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，真是与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你今天去成全别人，你今天即便输了，赢的那个人或者你给他留机会的那个人下来也会跟你说老魏谢谢，今天。咱就没给我这样啊！这因为挖坑这个游戏，特别是咱们夺宝奇兵的规则，目前，咱们客观的说是有缺陷的。对啊，因为是三个人游戏，只取第一名，是，这是有缺陷的。所以呢，在规则有缺陷的这么一前提下，那要使比赛更精彩、更公平，那只能靠人的觉悟了。对啊，那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来参加比赛的选手有这个觉悟，是吧？当然。规则的改进也是我们要也非常迫切需要去做的。对，这个其实就跟体育竞技的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还是得先去调节这个事情。这个因为规则有漏洞的比赛很多，以前比如说输球了以后可以下阶段避开这个强队，这个输一个就能保级，这个赢一个就得降级啊，这个都是这曾经某联赛出现的这种奇葩的规定。那些人确实也就没什么道德这个底线，就拼命往自己门里踢啊。然后结果发现最后老魏赢了，老魏对四对五三个七，打了三个七，这边上了三个九，最后对圈大了。这牌我觉得正常，老魏赢也挺强的这个牌。老魏的牌现在要开始勾引着的老魏的这个我理解一下他啊，老魏的这个给自己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牌我不叫啊，你们甭管谁叫，我可能把你们都干趴下了，所以还不如我叫了，你们俩平分嘛，是吧？往后再来，
别说张老师，这还那个对老魏还是挺熟悉的。那你开玩笑呢啊？你这不敢多说，你这老魏的这个爱好，这个饺子酒豆瓣青冰，这跟我高度重合，对吧？那哪天你俩那个拿盘饺子，拿瓶酒，然后开始豆瓣青冰，给老魏好好讲讲。不是赢了喝酒还是吃饺子啊？那前跟老魏说嘛，这要说这牌怎么样，这个心态怎么样，给老魏好好讲一讲。然后最后的结论是他把我说服了啊。老魏把酒一喝，第二天忘了。对，划个单酒，对对，他划了个一。那把划对酒也是个赢牌，划对酒对 K 那把升级嘛。啊，那把对酒稳稳的赢。莫哎，评分叫两倍啊！那这牌三个三，任务四个八，把八一拆算，还对八，还对八。这牌啊，要打别的可能还差不多，这牌你让对二十人灭了改单仗啊，这牌已经够了。二十 K 三个三啊，就是对勾有一手，他下三，因为你对二落了，大概率下三起对子，对勾有机会换。下三接着打单仗，在这个时候，往往有人就会下三，因为叫两倍嘛，认为你是两三啊，下三七对子。那只有打四五六七，单双滑拐单三的，那只能这样了呀。我天，你 K 滑不出去呢。什么打法都是、啊、昨天是人把他在车上一个推一个拉呢，今天我不想坐了，太舒服了，我跳车我亲自哈去拉。这牌你凭什么呀，对不对？你让他一手，这个水平就是这个样子，没有办法。五六七八九十勾，九十勾圈可以对一对三。你起手打单张的划一，划一三；起手打对子的划个对一回对三，结束了。啊。一对一出去，对二就是出来了。老魏还分别子对二呢，灭了。老魏，嗯，老魏，哎，咱俩一家，一家咋了？大家大就是你，胡子啥呀？不是，现在凉着吧，抓都用完了，人家随便哪局跳都行。对，有红色，没有炸弹。单三，没炸弹。今天这牌基本上也就这样了。因为接下来就是几副当印使劲挖了呗。这把如果起点输了差一千二，还有两局牌也有机会啊。关键是，你不是把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拿不到，你也对把握不住你。他昨天都说了，不是说这个牌给你，你就能把他的牌能赢，就是那个分你可能是守不住。昨天是有两个卫士在那替你守着呢，是不是？你自己守不住。那俩人说来来来，你守不住，我给你守。那昨天的经济就上，那今天不是这样的呀。今天这二位不是善茬，他不会给你这样子打的。对五对圈，对二对三，然后呢？然后五六七八就。这还上勾圈可以说输。五六七八剩了个九，老魏五六七八九十剩了个四，四五六回勾圈可以赢了是吧？那五六七赢回勾圈可以，我们三个勾，还有老魏还有最后的武器啊，三个勾呢啊，老魏对勾没划出去啊，啊还有个最后的武器，我的天呀，惊险成啥了都快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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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.
让给谁都不太爱。哎，老魏是合适。哎，老魏是。那这个比赛就是4-5，四个五，四个五，那打得过人家不？那是7K双三。这还给我打3-4。绕嘛，他你叫了两倍，我不我得绕一下你。不叫两倍那是咱对价。哦，起点的意思是拦一把雷一排，你比我三个一叫，你刚打3-4、3-6，我误啊。打3-4、3-6，打了个七，打了个七啊，给你明舍4-5外头。2、3、6、7、8、9，老魏10勾圈 K 一个四，问题老魏的炸弹还大。对。这已经上不了手了，是吧？不用打什么，随便。你先对 K， 老魏对三了就。啊。因为老魏这牌已经张张要炸弹，而且他是个大炸弹。那这，下一把这是3倍啊，1800，2、1800、3000嘛，三千十瓦得两炸。哦，那再4800那就没机会了啊，那就没机会了。这是1200再加3600成4800了，这回变3600了。嗯，老魏还让了一手，老魏人一手还有个胆儿呢，哎呀，咬我就说哎呀。7点吓了一跳，你知道不？七点说你下双三打我呢，然后你让你送一炸。你4800挨两下，挨两下你评分，不输评分。这又是一个不及格的啊！虽然这把是没炸，但是一会儿你可以问他，你说你最后领先多少分？你黑娃你能赢多少能输多少啊，黑娃最大输多少分他肯定不知道。下次是这那个海选的单子一出来，嗯，然后先发给咱，然后打个电话，嗯，你先给我回答几个问题，嗯，啊，这就是不是通知他们的时候咱们有备选选手嘛，啊，有备选选手设计几道这个有一个小问卷啊，比如说3-5道题，嗯，回答上了得分，比如说超过多少分，然后你有资格来，你答不上你就甭来了。先说一局牌，一个烂蛙赢多少，一个直蛙赢多少啊？一局牌最大的分差有多少？你起点最少10年以上资格的选手了，就到现在，那你说那个谁呢？岁月如歌呢？岁月如歌的闹不清楚。三千五七五北七北，哎，你打摇儿几个炮？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30局啊，最后一局起点。也选择了黑娃，而且是黑娃成功了。我们请他先来抽奖吧，来，梅花八。哦，同样啊，也是获得了由夺宝秦兵给您提供的价值128元的白酒一瓶儿啊，恭喜你啊，成为了新人擂主，获得了价值128元的白酒两瓶，再给你加两瓶。今天秦风唐运啊，这个车没有开到，没有继续开下去啊！这个车主换了，换成起点了。你对这样一个结果怎么想？这个很满意嘛？还可以是吧？啊，嗯，水平就行啊，那就下来再提高去吧啊！那说到水平，我们就得问问老魏了。我不知道老魏现在的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。你作为一个老选手，对今天的表现你怎么想？他是开局前，张军老师说了一句。啊，有点急，太急了啊！开局急，那中场呢？结尾呢？结尾开局的时候牌还可以啊，中场牌不行了啊，到最后呢，让给他们俩吧，啊，反正有些细节都太多了，对，就是有个别，包括你们三位选手啊，都算在内，有很多细节都怪得很。你看，比方说连牌吧。明明可以把那个4连上的是吧，明明可以把那个8连上的，不，哎，非要留一个在手里头，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是点错了是吧？都是点错了吗？秦风唐运你也点错了吗？好像没有，都记不清了，记得出要问题。好，今天这个车主换成起点了啊，希望你明天能把这个车继续开下去啊。你今天得谢谢他们俩啊，他俩一个变成一个推的一个拉车的了，把你给让你舒舒服服的坐了一趟车。
啊，最后还选择黑八，你好好去想想去吧，你干嘛要黑八？好了，再次感谢你们三位啊，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就刚才提那个黑娃也是个侥幸心，这男子是发挥也是一百倍。我看我看，只要来多抱紧表。